来，中视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股海大丈夫陈诚的同学们，大家好哈。来，今天台积电公布法说，跟这种公布营收，那我在之前我就已经跟各位预测过了，我说台积电的上一个月的营收非常漂亮嘛，创历史新高。可是根据台积电当初在法说的时候说，整个第四季的这个营收的预测，上个月公布十月的时候就已经达到60%，达到40%，整个财营收财测的40%。我说剩下11、12月只剩下60%，那60%呢？你给它分一半好了，等于说11、12月会各占30%。那因此呢，对比上个月十月那么漂亮的营收，就会怎么样出现月减？那果然今天的台积电。过去台积电大概会在10号才会公布营收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礼拜五就特别早公布了。来，你看到台积电11月营收出炉月减15%，有没有被我说中？好，我说一个分析师哈，为什么要叫分析？分析你就是要用所有你可以收集到的数据，对未来做准确的判断，那才叫分析师嘛，有没有？好，就像今年一整年，从年头过年前你不敢抱股过年，我告诉你说过完年会有行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会有融券回补的行情。可是过年前你们通常不敢抱股票，但是过年完年之后，股价就一档，股票一档一档喷起来，是不是？到了3月，矽谷银行倒闭的时候，你们一样不敢买股票。我说券资比还没回来，还有融券轧空的力道，三月继续涨。到了4月呢，还是在担心，可是4月融券还是没补完啊。好，所以遇到矽谷银行倒闭，第一共和联合挤兑，我照样跟你讲说还有戏，所以一路涨到4月底。好，到了5月初的行情开始回档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说5月15号季报没有公布以前，第一季的季报没公布以前会震荡，但是5月15号以后行情就会回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每次的拉回，我都是你说弯腰捡钻石的时候。15号，黄仁勋一回来之后，展开 AI 史上最大的涨幅。好，再加上我的成概股都是哈。好，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说，分析哈，什么叫分析？分析你要能够前瞻未来，那才叫分析啊，不是看到数据才说哦月减。我们在之前跟各位讲，11月一定会月减的，因为我们从之前台积电法说来跟你推敲。好，因此你看今天的台积电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辉达哦，超微要推 AI 晶片要跟辉达 PK， 昨天的超微大涨，造成今天的台股直接跳空开高，台积电拉一下之后有没有看到尾盘涨幅收敛嘛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营收，因为营收。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讲在前面，如果你把我的话听进去的，我想你今天不会去追台积电啊，你会反而你之前你没有卖在570以上的人，你应该会趁今天开高的时候拉高的时候赶快怎么样，赶快下车。好，因为580以上我有跟你讲一段时间的嘛，我说580这边是外资当初认错回来跳空往上买的，这边有20万张的量都在这边的外资套在这。好，那在今天的开高，如果你够聪明，你也把我这段时间跟你的分析好你听进去的话，那你今天就不会去追高了。你不卖你手中持股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至少你不会今天去追高，好吗？所以我节目里面讲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要认真的去验证，好吗？ OK， 那再说到这齁，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解释台阳为什么涨停，有没有？可是昨天就开始有很多人看到台阳涨停，就要用台阳来吸引你去入会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，把台阳盖起来，你跟我做这一档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怎么样，会一路飙到明年？结果今天的台阳，有没有？今天有直接一开就开到这么高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昨天是直接一开高之后一路气势如虹的就拉到涨停，哎，今天有没有？
没有嘛。那原因什么？原因我是不是我昨天就跟你讲了，因为公司要现增啊，28.5块。现增的缴款日，昨天、前天、昨天、今天到下礼拜12号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除了旧股东认购之外，还增加什么？增加这个公开抽签的。好，所以公开抽签的抽中的，你要去缴款。那因为他如果不把价差弄出来，不会有人想抽签。好，所以就是台阳。我昨天我就已经告诉你了，我说今天再开高不要去追了，你真的要做你就等拉回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开高去追，今天你去追这边，那就怎么样？再被套一次。好 ，OK， 这边上来我们是会员是怎么样？40以下往下买的，我们是在这一两天拉高要陆陆续续出，而不是这时候看到昨天涨停尖的才要带你去赌赌看，赌运气去追追看。好，我说跟各位讲，做股票不要用赌的。如果永远在猜行情，当你股票买进去的当下，你不想清楚说你买下去你有没有把握一定会赚钱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随便的下手，好吗？虽然现在用手机下它很方便，大家忍不住就会给它按下去了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反而增加你怎么样买股票失败的几率。我们是胜率100%出场，但是如果你不经思考就一看到再拉就按下去，你很容易就套。好，所以手机下单很方便，可是也很让人家怎么样容易冲动追高跟杀低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还是跟各位讲啊，富贵稳中求，买股票前三思而后行会比较好。来，我跟各位讲说，明天的下午2点，我有线上演讲会。好，那我说这一次我定调怎么样？潜龙，你要用潜力的潜，你要用金钱的钱都可以。潜龙已经免，一笑震神山，龙年的红包股即将出世。我们才话说即将出世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已经开始怎么样？已经开始在发动了。我明天我要跟你讲这四大飙涨产业，可是已经有的产业按捺不住了，我今天我可以先让你知道，开一个给你看，另外三个你要知道的话，麻烦你等一下利用广告时间电话直接拨过来，或者直接怎么样加赖来留下姓名跟电话，你来报名。那有人会问说，老师，可是这个时间我正在上班，我没办法看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这一次我没有名额限制。好，所以我这一场我播完，我的影片会放在 YT 上面，我会把连结给你。我没有对外公开，但是你来，你来登记报名，我会把连结给你。所以你明天2点到4点你没看到，你晚上下班你还是可以看到。你明天礼拜天你没事在家里，你有我的影片连结，你一样可以看我这一场。那我的演讲会有多精彩，我不用再说了吧。如果你今天从我来今年1月来到中视，如果我今年的每一场你都有参与到，我相信光我这个分享会里的每一档股票，少则让你赚20%，多则40%-50%都有。 OK， 好，所以要不要报名，好，你自己决定，利用广告时间。那我说我现在我直接开我其中一个产业给你看，来，这是记忆体。好，记忆体哈，老师啊，记忆体其实很多人都在讲，对，但是记忆体会涨到哪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记忆体会涨到哪吗 ？OK， 好，那记忆体里面买哪一支股票才会最飙吗？好，那我说压不住了哈。今天呢，我跟各位讲，我既然开了记忆体，我明天要讲的族群。明年标的产业之一，我跟你讲，超级比一比，威刚、石泉、平安、宇瞻，还有这一档，我把它盖起来。这是今天我们台股上面，我归纳整理跟记忆体供应链比较相关的几档个股，从上游的记忆体晶粒，旺宏、南亚科、华邦，这股本大的，然后呢到模组厂，我盖起来这一支。那另外有谁？威刚、宜鼎、宇瞻、石泉。那再来咧 IC 设计的，记忆体相关的 IC 设计的，有下面这一堆，
群联啊、金豪科、点序、裕创啊、爱普利冠、等等的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今天整个族群红彤彤的，有没有？但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，我盖起来这一支，哦，这一支是里面涨幅哦最高的哈，哦。我刚才这一支哦，涨幅有多少？来，好，哦，这是模组哈，哦，模组的部分，它今天的涨幅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，在这里 ，10%。我们常讲一句话嘛，晨开微风，谁与争锋，哦，不求涨停，掌声不停。光尖这一档，它就是所有模组里面最标的。从三十到三四，超过10%嘛。哎，老师，那为什么会有超过10%？有在新贵，新贵没有涨跌幅限制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操作新贵股票的时候，你们要稍微小心一点哈，哦。那这一档呢，我之前有没有做过？有。我什么时候做过的？我在今年6、7月的时候，我们操作过一次。好，就跟我之前跟你说，有一档公控小金鸡的 IC 设计公司金拓科，我们这两年呢，我们每年大波段做一次，从50大概做到85、90。好，那大概会有80%的获利。然后呢，中间拉回小波段60，再做到80，那60到80、20块，那也是30%的获利。所以一年光金拓科，我们至少两趟，好，一趟可以到70、80，第二趟可以到这个大概30、40% 的获利。好，那两年呢，就这样4趟。好，那像金拓科今年一样哈，金拓科今年一样，上半年一趟，对不对？然后最近不是60又到80的吗？又一趟 ，OK， 好。那这一档呢，一样哈，这一档一样哈，这一档我们上半年做了一趟哦。我们上面做的时候，你看当时我们的这个清代会员手上，光这一档的获利多少？200多万，三十块的股票，30到40，100张就多少？100张你就赚100万嘛，500张你就赚500万嘛，对不对？当时我们这个会员30以下，我们让他买多少？买了500张，30到40，他就赚了500万。好，那我这个我之前在中视我就有讲过这一张哈，所以如果你们不相信的，你可以回去找哈，你一定找到这个画面哈。那如果你要知道这一支股票是什么股票，你找得到，因为我把它遮起来了嘛。如果你有认真看我节目，你有做笔记的，我猜你应该知道这一档是什么。那如果你是这3个月才看我节目，你可能不知道这一档，因为我这3个月来我没有讲它，但是我们的会员有在做。好，那你回去找6、7月的，你可能会找到它。那找到就算你的，好不好？就当我送给你哈。好，来，那这一档呢，我刚讲说它会复制我们每年做一大趟跟一小趟的金拓科。的原因就在，麻烦你看一下这一支股票，它上柜，它从它上柜以来的价格，最高的时候多少？70块。现在呢？现在在这里。好，那去年在这里，去年在20几的时候，那去年10月在这边是大家都在亏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去年的股价在这边嘛。那说我们今年做一段，就是从这边有没有？到这里嘛，从这边到这边，清代的买个100张、500张，100张就赚100万啊，500张就赚500万嘛。然后呢，年中后来不是 AI 之乱吗？到8月、9月，所有股票都拉回，对不对？他就下来，然后在那边整理了，整理2个月了，整理2、3个月，今天怎么样？第一根长红上来，今天第一根长红来啊，但是。各位，现在跟上半年的差别在哪里？今年上半年他在这边的时候，6、7月他在这边的时候，各位，这家公司的上半年呢是亏钱的，这家公司是亏钱的。可是这一次来到这边，这家公司还在亏钱吗？没有，
在经过这上半，在经过这下半年，这家公司已经怎么样变成赚钱的？好，亏钱的时候它可以涨到这，那现在赚钱了。如果明年整个降息、景气又复苏的时候，那它要涨到哪？它不就要回来这边了吗？那回来这边是多少？如果跟这边从这边来算的话，那是一倍耶，那是一倍耶，那就跟我之前跟你讲那一档金拓科一样嘛。那你同样的道理啊，如果这一档现在是没有全中华民国投顾没有分析师在做嘛，就跟当初我带你做上品的时候一样嘛，也没有分析师在做它嘛。270、280的时候，没有人家跟我做上品，然后呢，大部分投顾分析师都带你做什么？做380的技嘉，做280的广达，做160的伟创，可是我已经偷偷的在270、280带我的会员上品一张一张的收，一张一张的收，哎，然后到了上品到多少350以上的时候，一堆人都在买上品了，那这时候我要干嘛？我就给那些要追高的人啊，不就这样子吗？好，所以这叫什么呀？山头斜照却相迎嘛，有低堪买，只需买啊。那你要等到这边所有分析师都认识他的时候，才带你来买他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？一张你跟他差一倍，所以你要不要这时候才来进场？你要不要这时候就进场？好，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次分享会我要给你的股票，就是这一档。好，但是万般无奈没想到哈，今天居然就先飙起来了。 OK， 那你还来得及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已经给你看了哈，明年景气啊，它可以从这边到这边哦，光足足这一档，它可以把你今年你套在 AI 的那些钱，光这一档就可以怎么样？我告诉你的嘛，一笑震神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先进广告啊、哦。广告之后呢，我要跟你把这几档模组的，我会大概跟你讲一下我盖牌这一档的基本面，然后我也会把现有的这几档模组的公司的基本面跟你超级比一比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报名我明天下午2点钟、哦、明天下午2点钟的这个潜龙与金明一笑震神山的标股分享会的话，麻烦你用广告时间电话打来报名，或者赶快 QR code 扫起来加 LINE 留电话姓名，好，我们到时候把连结寄给你。先进广告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说明年的记忆体哈会大爆发，那当爆发中间也会有遇到回档的时候，好，所以回档的时候你要懂得回档的时候找到适合的点，怎么样再重新切入哈，那一样不要追高了，不要杀低哈。来，好，那如果你要跟上我们这一档的获利，明年的记忆体为什么会这么飙？就是因为现在各位今天涨什么？今天的台股大涨是因为这个超微的纾解要推超级 AI 晶片跟辉达 PK， 对不对？那现在走到超级晶片之后，其实算力很重要。那算力呢，也会从原本的这个传统的记忆体提升到高速、哦、高效的记忆体。那未来的规格会从这个 DDR4。升级到 DDR5， 那这个升级就会带来整个世代的交替，每次世代交替的时候相关的厂商就会赚到钱。好，联发科从 2G 3G 到 4G 5G 手机，每一 G 的转换联发科就会重新赚一次钱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同样的道理，记忆体世代交替的时候，这些模组公司或者记忆体厂商也会赚到钱。好，那台面上我把几家的模组厂拿出来跟你超级比一比。好，威刚是我们记忆体模组里面最大的，然后再来实权。好，那平安宇瞻呢做的是什么？工控的。好，我建中，我国小同学，同班同学，后来跟我一起考上建中的，现在就在什么宇瞻当处长。好，所以我才说你要做半导体股，你要做科技股，你要跟我做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在科技业，在半导体业，我们有非常强的人脉在这边。我不怕你来查哈，我可以跟你讲他的名字叫什么哈，好，在宇瞻做处长。那我刚刚讲说宇瞻做的是工控哦，那消费微刚就比较三 C 的都有。那以这家平安来讲呢，平安他基本上是帮模组厂做代工，他自己没有出模组，他是帮
比如说威刚等等其他公司，你把料叫来，那我品安呢帮你把机体模组给怎么样组装起来，然后品牌给你挂好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品安就是记忆体里面的代工厂。好，那每一家公司的这个营收跟毛利哦，你可以看一下哦，以上前半就是说前三季来讲，营收有成长的是谁？实权跟我现在盖起来我们做的这一档哦，是成长的哦。这三家基本上前三季还是衰退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以这个EPS 来讲的话，前三季呢赚最多的是威刚，然后再来是谁？再来就是这个宇瞻、哦、然后呢这个平安，然后是实权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只个股。好、哦，那它 0.4、哦哦、可是它 0.4 怎么样？它是转亏为盈。那各位你知道吗？股价低，然后再加上转亏为盈的这个题材，它起来喷起来的话，它股票通常会比怎么样？会比其他家还要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以股价来看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、哦。我们现在做这一档，今天大概收35附近，然后呢，宇瞻呢62，然后呢平安45，然后实权90，最贵的是谁？威刚。好，但是你再从股本来看，好，股本最大的是威刚哦。好，那再来是这个宇瞻，然后实权。然后平安6亿，那我们做的这一支股本也是6亿哈，那可以说是里面股本最小的。好，那如果一支股票它的爆发力大不大，就在于看股本嘛。我之前跟你做 IP 公司的分析的时候，我就说 M31 股本只有3亿，所以一旦被主力扫那个锁码锁住，它股票就非常喷。好，那金星科也是哈，4亿。啊，艾普呢？为什么每次艾普要拉涨停，就要好几万张的量？好，因为艾普的股本，好，虽然是8亿，可是艾普分割过，好，分割过，面值是5块，所以8亿照理说到外面，如果净值10块是8万张，但是艾普是面额5块，所以在外面是16万张，好，所以艾普要拉涨停就没那么容易。好，因此你发现买股票你要买怎么样？小而美的。好，那主力拉起来的时候就飙得特别快。好，那我把这个记忆体超级比让大家这张图你可以截下来自己做个参考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是回来我们的这个重点，我们的这一场明年的龙年飙股的红包四大产业，如果你要知道明年红包股在哪里的话，我们的分享会请你赶快报名进来，好吗？电话直接拨通或加赖来。谢谢各位，祝各位下礼拜股票滋滋大赚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